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以后会常常来，因为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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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马来西亚，然后我觉得自己跟马来西亚很有缘分，不管是第一次从夏雨诗来这边就是宣传，然后再加上我这次的音乐统筹跟总监就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子洪学兵老师，然后我也有很多跟很多很优秀的马来西亚的音乐人，有谁？伍家辉、黄淑慧、陈以健，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常常来马来西亚跟大家见面，然后因为马来西亚的歌迷都蛮害羞的，哪会害羞？歌迷，你又不是马来西亚歌迷，你是台湾来的吧？所以我希望就是我先那个用我的热情去感动你们，然后等一下希望你们上来，因为我三年没有来了，所以我现在蛮亢奋的，然后我希望你们上来就是有什么话都可以慢慢的跟我说，然后不要急，然后希望不要有些人上来就是这样头低低的，然后这样签完就走了，然后我会觉得好可惜哦。对啊，可以多跟我说话好不好？谢谢。你已经说了十分钟了。对啊，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真的。但是你在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到我呢。啊，等一下我们就去吃好吃的晚餐。真的，我觉得这一次你改变很大，包括造型，就由头到脚都自己一个人打造，对不对？对。去到香港，香港自装。对。为什么选择香港呢？因为香港的我自己觉得香港的服装好像比较稍微前卫一点，对，因为他们以前有很多英国啊等等的欧洲的一些文化，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那样子的造型这样。OK， 所以这个就头发发色都是自己做主题的，对，拿主题来做。因为我叫做时间的使者吧，然后我想要模仿一些我很喜欢的电影，像《第六感生死缘》，布莱德比特演一个。演一个死神嘛，他就是金头发，那我觉得这样蛮帅的这样。其实身边的人有没有吓到雾？他英文的转变那么大？真的哦。有吗？好像有一些人有。OK。我今天从机场出来的时候，那个海关以为我是那韩国来的。哦。啊，你又是？对啊，一直问我，那其实我没有。很韩风哎。对啊。所以打扮就会比较乡村，异国乡村一点这样。OK。对，因为我不会跳舞。对。你家人能接受吗？你这样的装扮？能。完全 OK。OK。现在你就发现你这样的装扮、这样打造之后呢，特别多美眉接近你吗？有吗？应该。你好。有没有？有啊。哦。你好。你是缘增加很多了，对吧？谁？我认得你，就是你，对，我认得你，你好。吓了一跳，2500先点完。啊，我认得你。真的，我觉得。有认错吧？哦，认错，看他的表情有点尴尬。没关系，你相信我认得你就好了。